花，可以是他，也可以是他。花间游青云，花中醉风雅，花自得逍遥，花可融山川。我是19岁进了南京工艺制花厂绒花车间，绒花已经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，我受邀来做这个恢复的工作。这个绒花呢，用的是蚕丝嘛，所以要从生丝要把它煮熟染色，做成绒条叫钩条，过后就是打尖。我们这次呢和基斯基合作的绒花呢，就是选择了青金色、青绿色、玄武色这三种色彩，它为我们绒花的传承同样也增添了英气，有了更多现代的解读。现在非遗绒花一样也有英气万千，英气为序，匠心为先。东方英姿，容器生花。